是不是又见面了？好巧啊！又见面了。昨天你们有看吗？玩的嗨吗？欢迎大家继续回家。那我现在心情又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们刚才有看到 VCR 吗？看了。那你有看到他今天写的是？是代表什么呢？对，那今天也一样准备了很多歌，可能跟昨天区别不会太大，但是会有一些昨天没有唱过的歌，然后今天那下面这首歌是我新专辑的一首歌。对，这首歌可能大家没有听过，因为昨天没有唱，叫做《我们都是孤独的》。Oh, yeah.